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八点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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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玩过政治家哎。没有啦，那个就是上一次加的那个啦。我们那个时候警察是讲错，其实是政治家啦，我看错英文。哦，所以警察那不是警察，那其实是对，其实是政治家啦。啊，公母丢啊！哦，他不会被送进去，好厉害哦！他其实还有一个能力，是他评票的时候他会赢，对，超过分。哦，其实他蛮强的，超过分的，好狠呀！哎，政治家，没错。好的，好的。所以全到了吗？哎，好像诺英还没的。还没，阿伟，阿伟，伊阿伟，伊阿伟来，伊阿伟来，阿伟，伊阿伟，那我们可以先，我们先讲介绍一下我们这一群人有谁啊？好，可以排排站啊，排排站又要排排站了，又要排排站了，又要排站，排排站，这次人比上次多多，对，所以要排排站。那来，我排好，排好，各位，排队，排队，排队，有没有？排队接力。等一下，抱歉，我拿到手把。好，你用什么款？这款哦，没有吧？紫薇取的，抱歉。哦哟，紫薇取的，我拍好一个一个检查。太习惯了，太习惯了。好，好，哎，我下面一位是发发，我是 B O B O。哎，来哎，好玩，我是花花。我是乌米。啊，我是蒙娜。哎，大家好，我是阿旺。安安，我是小雨。我是繁星，我是特特，我是林立书，是加拿大耳麻衣，我是没有嘴巴的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我是云月，下一位，我是刚打完疫苗的哈基。你像准备加一了哦！哎，我们可以站一个，你们都有那个吗？屁吗？那个有有有，没有吗？我现在买，我现在买，有屁有，我站一排。你要直的还横的？应该这样子，应该是直的吧？右边，右边，然后大家从右到左，一人放个屁啊！我买不起屁耶！买不起屁，什么？那个屁什么？哪里买？很便宜吧？就是表情符号。有了有了有了，好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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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有人觉得屁香啊？好臭好的味道，臭哎！你说我下次没有钱，没有钱，没有，我没钱不能买屁，没有钱，穷，很不一样的，哇，我做超 TF。完蛋了，那个房间全部都是那个了。完了，这里味道一定很浓，我要去角落。这房间好臭，我要去窗户边，那里一定很笑死。因为我也一起。好啦，不是啊，这种时候最过分就是在窗户口旁边，然后反，然后全部吹进来。完了，我觉得他是不是忘记了？我在问他了。好，我谢谢。大家就先介绍一下，要先介绍，可是怕他还要再介绍一次哎。哎，对，因为现在也不知道他多久才会来啊，你可以大概讲，可以先玩嘛。好啦，好啦，那今天的话其实多了一些测试一些新职业啦。那其实今天加了这几样，其实也就是今天玩的会不止这几样。那大家可以按惊叹号。惊叹号，哎，问号吧。我要跟我们丢啊，拍摄啊，那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的鸭鸭的部分多了一只叫做刺客鸭，哎，我跟你说这个刺客鸭很关键，大家现在进去，嗯，你如果就是怎么讲，也不能太诚实啦，好不好？因为呢，这个刺客鸭就是在一次会议中，你可以指定一个人去猜测他的职业，如果你猜对的话，直接把他在会议中bounce死。哦哦，哇！会议杀人呢？没错，开会的时候也杀人。对，但是如果你杀错了，你自己会死掉。猜错的话，对，你猜错的话会杀掉。然后呢，一场游戏就是两次机会，就你可以杀两个这样。可是你不能自杀两次啊。对，所以呢，就是你成功，你就是可以最多杀两个啊，最少就是一个都没杀到。嗯嗯，零就是哦，不是零就是二。不好意思，还有一个补充，就是如果你猜错或是你刺杀错的话，你自己会中弹身亡。哦，对对对，他自己会死掉这样子。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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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就是大家不能再那么诚实，直接说你是什么加拿大鹅之类的哦，危险，危险。
我是加拿大。啊，我是，我是加拿大。对，然后告密的话，这个也是，就是如果你投的那只有你一个人投票给某位玩家，他就会被送监牢，这样。那平票也是，这个就跟之前一样。嗯，对，就看这次有没有机会把人送到监牢里啦。好好，真的好可惜。好，然后呢，我们的好人的部分，鹅的部分的话，上次翻译错了，他是叫政治家，不是警察。对，然后呢，他说他会在平票中会幸存下来，就是他会赢这样。对，然后呢，他也没办法被送到监牢里，这样就没办法被告密。告密押送进去，然后呢，现在多了一个殡仪员。殡仪员的话，就是你能够在尸体上面调查他的身份是什么。哦，对，那他会如何显示呢？就是通常会议中大家不是都会有 ID 吗？啊，你如果调查过的话呢，他会显示在 ID 的旁边。哦，他会说你是那个你查那个人是什么职业、什么身份这样。所以他是可以排坑的人呢。是可以排坑，但是就是他采尸体的。时间会有点久，所以呢，搞不好有人会想说你怎么在尸体上，然后不报，然后你就被排出去。你是嘟嘟鸟。对，那就再看要不要就先加这几个，然后呢，等一下再多加这样。可以啊。好的。我们今天人也蛮多了，感觉加蛮多职业会蛮混乱的。人多就已经够混乱了。对。是说你们有觉得这样鹅会不会太强？因为鹅职业其实有点多。先看看吧，玩看看才知道。我没有来过，我觉得还行吧。好啊，好啊，没有没有，你知道，你知道，我只是想说，看要不要加个中立的嘟嘟鸟之类的。慢慢来，慢慢来。那就直接加啦，不用不用不用，我就直接加就对了，不用想，直接加。你是嘟嘟鸟吗？对对对对对，中立最来还好了，多加一个嘟嘟鸟就好了，多加一个，再加一个嘟嘟。好，你减少自己没职业的机会。结果你俩进去还是鹅。我就哭了，也没办法。对，买不起波花的。来，我打个岔哦。嘿，诺英忘记今天礼拜三，他人在外面。好，今天就是13个人。好的，三个，没问题。那我看看啊，我看一下，我该调都调一调。会议时间我们是调讨论时间30秒，然后30秒过后就可以开始投票，120秒。好，要填150。没错，动刀的时间，对，动刀的时间我是没调啦，因为上次不是说超快了，太快了，你要不要调个30或40？看一下我看大家都在漂移耶，那个时候说是冷却时间是30秒，是不是？还是黎叔一直往上走，怎么意思？我看大家都在飘，你们印象是30秒还是40秒？可以飘，可以飘。30、40都行了，那先调30吧，先调30，先调30。好，那先边飘边放屁，应该就这样了吧。呵，就安呢。好了。然后任务，我把那个动画任务动画隐藏掉。好，好。然后你是鸭的话，你也有假装会有一个任务虚假的任务在旁边，可以自己参考，就跟 Among Us 一样。好，999，最后跟大家说，我们讨论时间都用 DC 哦，记得把内麦关掉。好，内麦关掉，然后在游戏中可以开麦，内麦。没错 ，Go Go。今天没有诺音刀啊？没有诺音刀了。对，今天没有诺音刀。诺音刀，没有诺音刀了。我不想想是很白的。诺音刀没了啊！图斯喵刀，图斯露米刀，露米刀。有哇，我的天哪，谁呀？可以提款吗？不要理我。什么？拿不起来。嘣嘣嘣！
等一下哦。说要坚强。哎哎，来来来来，哎啊，来来来，哎呦，发现你的尸体。我看着小雨从旁边经过。这是小雨吗？不是啊，我只听到发发突然那边尖叫、欸，哎。他尸体在你旁边，你骗人。我没有，我真没有看到。我那时候解那个，哎、欸，我们那时候在哪里？有没有地图啊？哦，可以直接看地图，没了，没了，没地图啊！那个稍拉一点，是每次解任务，然后往右边走，往上找一下。对，然后往右边走，然后结果我就突然听到发发的，然后他就拍桌子，这是我们是怎么了？你说的尸体在哪里啊？对啊，对啊，尸体在哪里？有地图了，在那个广场那边。广场，右上，右上。右上，我去，有点远。我贴了。黎叔的尸体没有死很，没有死很久，刚死。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前面还有看到他，我也有看到，我有遇过。三十秒前在市政厅那边有看到他吧？对，对啊，对啊。嗯、啊，我刚刚跟雨月就在理发厅扫地。嗯，对啊，扫地。所以小雨嫌疑比较大一点的小雨。没有没有，我要讲，我刚刚在广场的时候。那个迪叔还问我说：“你在看鸟？”我说：“对啊，我在看这个喷水鸟鸟。”然后我就结果是什么？我就听到发发那边啊，然后就拍桌。哈你是亲眼看到小雨咬了那只吗？不是哦，看到他经过，我只是经过，然后看到小雨往上，然后我就很惊啊，然后就拍桌。所以你们在那边只有你们两个跟迪叔啊？我不知道，我解任务的时候，迪叔有跟我对话，可是我不知道，因为那个画面开着，我是听到他声音的。早早我跟发发是在一起啊，都有离开去解任务。还有 Lumi， 对对对对，我们好像在银行，对不对？对，我在看银行的在干嘛？还是那这样子感觉、我不知道哎、欸。我自由行政，自由行政，自由行政，自由行政。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不是小雨就是雨月了，可是雨月偏好。有心证，等一下，为什么突然踩我？没有没有，我是说，如果是我以我的视角来讲啦，但是你偏好，所以我有人会被送进监狱吗？好期待啊！好的，当然。是个神秘的啊！是外卖，外卖，外卖。这什么任务啊？哎呀，哎呀，触手哎，哎呀，哎呀，拜拜。哦，好不？哦。你被两个坏坏，谁坏坏？那你笨笨，外卖，外卖，外卖，你不要把我当外卖吃掉。小怪的，哎，这里上不去哦，哎可以哦。你们这，哇，第一次走进来这里耶。你们在这边。哇，怎么那么多人？你在干嘛？他们两个一直尖叫说我们三个是鬼啊！我说三个是鬼，他们早就死了。来，我帮你盖个印章吼。哎、欸，我一直盖错，你怎么办？你里面超多人，阿旺快跑！里面很多人，里面很多人，团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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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带走带走。你在干嘛啦？你干嘛？他在群聚啊！怎样？他在群聚啊！他记不见了。盖错。他记不见了。有罪有罪。找他去，找他去，去找他。啊！
我觉得哈基有问题。是什么？啊，我清洗这个啦，啊，清完了，然后嘞，为什么？哦，白痴，我没有按好。这个是怎样？放水再放水再倒水。哈基，你刚刚去哪里？哈基，你在哪里？我刚去跟哈基在正下方、啊。你是不是做坏坏的任务？码头，码头那边、是不是怪怪的？我现在款按啊。我也要款。哎哎哎！哎，后门来扫地了。是哎、欸。给钱啊！给钱，给钱！不不不不不！羡慕，羡慕，羡慕！不要打蚂蚁，什么都好。来鱼链啊，鱼链喝水水，来喝水。写完了，按啊，到处按，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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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火啦！失火啦！仓库灭火啊！灭火啊！灭火！灭火！灭火！我灭到了，灭到了，灭到了！哎，怎么死了？哎，卖卖那卖，那卖那卖那，有人偷刀！我刚刚是不是听到说有人按到了之类的啊？不是，我是说我按到举报吧？哦，好好好，我按到举报，我觉得有人呢、欸。是谁？谁先进去的？是烟火吗？是在火场里，对不对？对，火场里面。我跟哈基，我以为这边超怀疑小雨的。我跟哈基在最下面的仓库灭火。对，哦，所以哈基跟那个繁星可以排掉。嗯，对。我刚刚在火场里，你先讲。嗯，我刚跟团团，然后还有蚂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走超久，然后一起走过去的。团团。嗯啊！不是不是团团，团团刚刚在一个超角落的地方有机会杀我。对啊，我把他拉到最角落，我是杀手，早就杀他了。对啊，我刚刚在火场里看见了卢米在里面。卢米，我没有在里面。我刚遇到孟娜，我们在打老鼠。我比较好奇，刚刚不是说在打老鼠？一换场面的时候，有人说什么？我打完我就看到他在打老鼠。哦、没有啦，他那按到是指说举报啦，他按到了，他按到，他按到了，是 Bobo 吧 ，Bobo report 吧。对，我不行，我是很怀疑小雨。我觉得他玩我，就趁你在一起，你又怀疑我。那个迪叔，他不好意思这样说，小雨是杀手，小雨是杀手，那我就整场跟着他。我的姐妹伸张正义，迪叔，哎，我整场跟着你。好精彩，没有没有没有，你偷刀了蚂蚁。我没有，蚂蚁也是我才刚走到火场门口，你就拍到尸体的、欸。你先进去了，我在外面等很久、欸、我叫你知道我那时候跟你在外面走很久，你说你笑一进去，笑一进去，我说、哦、好吧，那我走进去，然后我才刚走进一秒，然后你就拍了，说哎，我不小心拍到了，我才刚进去而已。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那你觉得是谁杀的啊？那你觉得是我不知道，可是我根本没看到是谁杀的。我好想问一下，我想问，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在哪里。自由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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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行政。时间快到了，时间快到了，快逃快逃，时间快到了，随便乱按了，让小雨当选，让小雨当选。哎、欸，任务是解完了，就这样的，到底？哎、欸、啊哈哈，我是、欸、哦、欸、哦，他是，是、欸，啊。票的话是政治家嘛？对，政治家，政治家，我信你，我信你了，我跟你走。信我了吧？信我了吧？我帮你按啊，我帮你按啊。掉了，然后被间谍给变了。没事，我保护你。啊，我活得很好，我要被。我任务解完了啦，你们嘞？我那个我也解完了、那個，我解完了。那个金不能按呢、欸？我不能按。我那个银行。起雾了，起雾了，起雾了。
这雾也太浓了吧？哦，云月你整个不见了，太浓了，这雾超浓的，你直接不见了。你看我真的不见了，哎，这超浓的，哎，这边超浓的，哎，郑之家你要走哪？你要走哪？我保护你。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哦。没有。到哪里都很暗。干好黑，好雾，门被关起来了，门被关起来了。哦，雾散了，雾散了。门被关了，门被关了，要等时间到。我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哎，我看到尸体，我看到尸体了。内麦，内麦啦，太恐怖了。那个回音，真的好恐怖。来来来来来来，避避避避，那个尸体在下街道那个下的旁边，左下角下街道那个下的旁边。哎啊，刚刚我跟 Bobo 还有云月一直都在一起，所以就是你们三个其中，哎，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喽。啊，对啊，你Lumi怎么那么快就倒了？不是不是，我们是。在一起，我们都没有动刀，都没有动到刀。我们根本没办法动刀。所以是Lumi Bobo反省是好的。没有Lumi啊，我是说云月跟Bobo。云月啊。所以是你们刚刚在工厂里面那一群怪怪的，是吗？工厂谁在工厂？刚刚工厂跟谁？工厂里的发发跟我跟哈记一定基本上动不了这一刀。可能第一组是好的啊，因为我们刚刚被关在里面，那个已经算是个密室了。那个密室的话，其实照理说，如果我们之中有压的话，一定会动刀。可是就所以就吐司喵露米梦那选对啊，就他们三个对，要不要选的？刚刚那个笑声很恐怖的，那是我呀。反是嘟嘟鸟，你怪怪的、哦。就有嫌疑的，稍微讲一下自己刚刚的动向吧。对啊，我刚刚在重，我不知道在哪里重生。我那个我没有讲最后，讲最后，讲最后就好。我在法院，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任务怎么做，我一直好，所以梦到在法院。那不是喵露米，我在广场一直大喊烟熏吐司啊，救人！我没有听到过哎、欸，因为他关门，他就很像关门了吧？他是听不到的。那露露米，然后就没了。我去打老鼠了。老鼠在哪里？老鼠在哪里？老鼠在哪里？在那个白白的那个鹅，长得有点欧洲的鹅的旁边。不是啦，也不是有地图。广场吗？最右边啊。要投了，时间到了。自由行政，完了，我保护不了你，不。刺客啊，刺客啊。刺客吧。不，说好保护你的，我做不到。欸，他笑好开心哦。不是。我觉得孟娜有问题，他笑得很开心。怎样啦？怎么样？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没有头绪啊！我就是孟娜哎、欸。头绪啊，然后你们任务赶快解一解、啊。我解完了，我解完了啊！解完了，我任务解完了。我怎么？快解快解！你现在是解哪里？解完了。那还有谁？起雾了，起雾了。怎么这样？哎、欸，死人解任务啊！死人解任务啊！起雾哎，外面起雾哎。对啊，死人解任务啊！死人会不会忘记解？死人解任务哦！还是我们用 DC 讲啊，我们 DC 讲一下。好啊。那个死掉的记得要解任务哦，就这样。我不敢出。门被关了，门被关了。啊！死了。不是哎、欸，我为什么放屁的瞬间有人就死了？是怎样啊？刚左下有谁？左下是我，可是我放屁而已、啊。不，左下还有我。我觉得是吐司喵，蛮多人的。我觉得是吐司喵。知道了，等一下，有一个重点。来，请说。他自己说他是加拿大鹅，所以关心。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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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我是普通的。哦，不对耶，没有加拿大，有加拿大鹅吗？有，要，他自己偷偷跟我跟爸爸说的。没有，我
我真的是普通鹅。等一下，哈记说谎，哈记说谎。你们太快了，相信我。哈记说谎。哇，哈记你会？我觉得哈记是不是要挡那个刀啦？挡那个刺客的刀啊？可是刺客死掉了。你怎么知道刺客死掉了？他刚刚那个不是砰一下就死掉啊？那不是刺客吗？对，刺客砰是 Bobo 啊。对 ，Bobo 是死的呢。对、哦，我以为他是自己砰自己嘛。等一下，你们按很快的都有嫌疑哦。因为对，刚刚哈记在活着的时候跟我讲过他的身份。我也是有跟我讲，然后我就说哦，那你很勇啊，你不怕刺客吗？他就说嗯，我就是就这样照讲啊，心理战啊。对，他不怕啊，你看刺客砰他，刺客自己死掉，他还会说他立功，对不对？哎、欸，哈记，你害我害得很深哦。我选择他谁啊？我跟你讲，左下角还有谁？不然我们平票好不好？我们投土司喵。没有，不然没有，所以左下角有土司喵吗？我在。你在哪里？我在中间那里。不，因为这个刀不会叠杀，不会叠，它只有动画效果而已。因为我刚刚是跟着团长，你在左下对不对？我看到尸体，我马上往右边走，因为我们刚刚不是顺时针在走吗？我都站着没有动。对啊，所以我刚刚绕到你旁边的时候，看到尸体，我马上走回去啊。真的啦，你看，你相信我，哈记现在一定笑得很开心。我们先投土司喵，先平票，好不好？先平票。可以啊。真的啦，相信我啦，相信我啦。哈记。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啊？哎、欸，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他真的是加拿大啊！没有没有，他还是你秒拍到，因为他是写说，就是杀了那个杀手会在一秒后自动举报啊，你可能是在一秒前哦按到了，按太快哦。哈记，那对不起，超级速拍耶、欸，对不起，速拍、欸，因为我看到尸体很紧张，我冲回去啊，我很紧张哦，对嘛，就土司喵啊。哎呦！我刚刚看到孟娜往下跑，然后就啊，就一个尸体在旁边。这一轮土司喵可以排掉了啦，起码这一轮不是他了。然后基本上这样算下来的话，应该就是一狼了啦，因为两狼我们早就输了。那孟娜有什么话要说吗？孟娜没开麦，孟娜没开麦。DC，不是我，因为刚刚不是什么仓库起火还是什么，我就往那个标志走啊。然后我就走完之后，我就看到一个喷血，然后就啊，然后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拍桌，所以我全身真的团团。所以。对，所以土司喵不是嘛？那就是允月跟孟娜的局啊。所以孟娜，你觉得是允月咯？因为我是走在最后面那个，欸、我是走到最后面的，我走过来才看到那个尸体的。但是我前面是孟娜往下走，然后团团跟土司喵你们是往上走。对，我们在上面。那真的不是我，尸体是靠往下啦。我只看到是这样。可是我怎么觉得是土司喵？没有土司喵不可能，土司喵刚刚是跟我一起从上面下来，然后看到尸体的。然后呢，允月基本上刚刚都跟在发发旁边嘛，对不对？我是跟那个最后面啊。对，那这样子他就在最后面啊。那如果是土，我啊，如果是土司喵刀的话，那允月早就拍，他不可能土司喵还可以拉上去到跟我到那个里面，然后再走。没有没有，允月很后面，允月是。在我后面，还要后面的团团隔壁。如果我要刀，我一定是先刀。没有啦，本来团团是团团隔壁是发法之后隔壁是你呀、啊，不是我在他隔壁，我才能跟他。哈，反正我是投孟娜啦，那我看到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啦，对，真的不是我，真的。我才第一次，我连拍桌都不会拍，天哪！
不行不行，没办法没办法，这个真的没办法过。真的不是我。我奇怪，哇，好有趣哦！我真的是拆桌，快拆桌！我那时候就拆土司庙，我也拆土司庙啊，可是没人跟我一起投啊，你也没刚刚也没一起投我。哎，有了有了有了！是的。好啦，剩我们三个啦。那。就不是孟娜的话，那应该就是允月了吧？我先报，我是锁匠。你是锁匠？对，我是锁匠。那土司喵是什么？我是鹅啊。啊？我就是最衰的那个。我觉得这一轮应该就是你，这一轮你们两个 PK 吧？因为我是我排的。刚刚有人还很坏嘛，还想要关门让我们进不去，但是我已经先走进来了。哇，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是个锁匠。那上一轮我走在最后面，我也没有仔细看是谁刀了人，但反正就是前面的人嘛，就前面的两个三个人，那团团就聊了零，应该就不是了。应该啦，我一定不是啊，因为都已经这个局了，我不用摇铃啊，我直接去找人杀就好了。对啊，對，就是摇铃的就团团应该不是啦。那我自己我是看到了，发发刚刚是发发死掉，然后我拍的，那前面还有孟娜就被拍下去了嘛，那孟娜不是，那就是土司喵，那土司喵，看你有什么话想说咯。我就是最衰的那个，我没有办法讲，我就是整场做任务做完之后到最后不知道谁是谁谁杀谁，一整个就很乱，然后我就跟着大队走啊，我就完全没有什么可以说，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因为你刚刚那个是秒拍的吗？我有延迟了大概一秒钟，因为我要走够近它才会亮起来。天哪，这个关键票很麻烦耶，投错怎么办呢？所以允月投谁？我跟允月一定是互投啊，就是看你，也是关键啦。我们两个都没办法讲了，就是直到这里啊。我觉得超迷的耶，我觉得很迷耶，怎么办啊？最后了，最后一票，命运的一票。不行，好啦，以我的视角，我也只能这样了。你晕船了，我他嫌积木又被削掉了，好难过。你们，没有，因为最后那一轮那个，我怎么想都觉得土司喵怎么杀啊？不是，你要想想看，第一，我政治家前面我就保允月啦，所以允月一定是好啊。哦，我对不起你。哎，哎呦！因为你知道我在第三我死亡之后，我看那个就是幽灵模式，我看大家都是瞬移，然后有时候延迟，所以位置我在想会不会是延迟啦，位置会飘之类的。我就说不能看会不能会不会叠杀哦。而且刚刚位置看法不太一样，哎，可是很奇怪，那个谁真的是加拿大的，可是是你票哎、欸，就是你我的手速超越了系统，快票快了。是写你一秒钟后会自动拍桌，可能繁星在那个一秒钟就亮下去了，太快按了。对，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是土司喵在右下角啊。哦哦。啊什么？没有触发到职业的技能。哇！我记得你也是很厉害耶，哇，露米哦。我那个点头，我唯一都猜得到就是你耶，看不过。没有，我那么明显了，你看看的，我就猜不到是欠揍。我想说，我第一眼要不要留那个？我猜你一眼就要留，说哈基是加拿大。算了算了算了。下面有猜到人吗？
我没有啊，我就是一个好丫丫，敌数也不是我砍的啊。哎、欸，问一下，最后任务嘞，怎么会解这么久啊？到底是谁任务没解完啊？哎、欸，我的银行的任务不能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哦、oh.。不能解。我的那个金块拿不起来，他不知道拿，他是要放到袋子里啊。啊，拉拉下来，我拉到袋子里啊。死人拿不动。金块拿不动，好可怜，好惨哦。啊，好可惜哦！原来所以繁星那个真的是我的手速太快了，抱歉抱歉，手速太快了，哇，对不起啊，我刚刚死后也跟哈基道歉了。对啊，对，我刚刚想说这是 bug 吧？这是 bug 吧？是死的，因为你哈基的手速太快了。第一次刚刚在死啊，这枕头都是土司喵杀的耶。那个土司喵，我说我解完，土司喵解完了，他说我解完，那我们去找人，走走就躺在地上了，走走就不见了，笑死。哎，我们去。哎，这场蛮有趣的。本团的关键票，对啊。本团的关键是你的室友。没有啦，因为波波说饱了，那个我没。我不知道是我没有接收到还是怎样，就是你可能讲的他平票，他那个平票他没死，所以那个是直接知道他就是好人，对对对，那天我就跟着他保护他，嗯，没办法，还有刺客啊，没办法。哎，你知道那一场不是有一个哎波波，我们跟发发还有我们几个人在那个小角落吗？对对，那时候我们两只坏鸭子，然后加上哎还要加蚂蚁嘛，后来第三只坏鸭也来，我就在想说我们三个人要动刀吗？有人换那个吃很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就是要动刀，那个就是一个很好刀的位置啊。然后就是快越来越多人来，就想算了，就走了。爸爸，你看我就说吧，他们都是坏鸭。我是好鸭鸭。看那个任务要怎么解，你知道吗？然后就越来越多人，超好笑的。哎，啊，准备准备准备，爸爸。Go go go go！ 有了，久了，久了，有。扫扫扫 ，Hello， 扫扫扫。好饱，嗨，嗨，是好人吗？好人 ，I do。嗨，阿旺。嗨。哎，我内麦的声音，数两个。内麦的声音，是不是底数？看到你走上去，就一块肉在那了。哦，是不是加拿大鹅？哎 ，Bonnie 那麦，是加拿大鹅啊！迪叔，你是叨叨加拿大鹅？迪叔，迪叔，你没开麦 ？Oh my god！ 我自言自语了一大堆，哈基在广场盘旋，然后最后呢，繁星还在领钱，所以繁星应该可以证明我的清白啊！你在哪里？你不在银行吗？那我在银行，可是我没看到你耶。有的。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没看到你。好吧，完了。完了。而我的事就是他自己在那个尸体盘旋，他可能不知道 I'm coming。我跟你讲，我是在那个喷水池的右上角，在那边点那个任务，点一点，然后画面一结束的时候，就往上走，就看到那个你在那个尸体正上方。没有，你是从尸体往右上角走。啊啊！我是从右边走到左边的，我是也路边看到一块肉，然后我想说，哎、欸，那是肉吗？是肉吗？是肉。他的尸体在纪念馆那边，是在哪里啊？喷水池的广场的那个 P
偏左上角的楼梯，它不是有一个那个银那个楼梯那边？对，银行一往右就看到了那个法院。然后我是在广场的，就是喷水池右边在解任务，解一解之后，我往左上到法院的入口的时候，就看到迪叔已经站在上面了。啊，两个是两个人。然后科广团一开始就在那边嘞，那他很早就死嘞。嗯，所以团死很早就死。你有看到团团啊？团团应该很早。你前面有看到他？对，因为一开始团团在扫楼梯，然后。哦，对，团团说他要扫楼梯，他应该死很久了。是谁路过了团团？啊，就哈基跟雨月一开始也在银行嘛，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哈？那我们去过银行？你说你是不是怪怪的啊？我没有怪怪，我讲实话，我讲实话，我讲真的。那我们是Oh my god，现在是怎样、啊？然后我跟你在银行，然后你又，我没去过银行哦，我没有哦。小雨露米麻衣波波安全，小雨露米波波安全麻衣。哇哇塞！再见了，苏。阿丁啊，阿丁啊，我应该是有识识吼，要来饮一杯无啊，兄弟？外面植物很危险，很危险。问一下，这雾是为什么？是偶尔发生的吗？还是他们弄的？应该是没完没了啊！坏了，不行哎、欸，我不好好跟你重叠爱情，这样就……我可以，我。哦，怎么是我？当谁麻衣？阿星，哦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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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死好多人哦！死太多人了吧！我看到孟娜站在尸体上，站在愉悦的尸体上，他站在鱼鳞上吧？哎、欸，繁星的麦。我觉得他妹妹是嘟嘟。你说吗？等等，我，你看，他的尸体在码头下面港口那边，船长那边。可是我没看到他哎。现在尸体在你站在他上面。现在我的狼坑位是孟娜、吐司喵还有哈基。哦，其实是我在广场看到他哎、欸。呀，我们可以跟着我。应该有嘟嘟吧？有嘟嘟，有嘟嘟，是什么？嘟嘟，嘟嘟哦，抖 n， 抖 n， 嘟嘟就是抖 n， 抖 n， 抖 n 是什么？被飘出去就赢了。哦，那我觉得孟娜这边感觉不是哦。哦，我觉得他演的很像嘟嘟哦。是不是？哈哈哈哈哈！我真的没有看到尸体耶，我只是在那边跟团团讲话而已啊。好了，跟团团讲话。那如果船长跟船长哦，如果是梦是嘟嘟鸟的话，那我们迪叔的话就有很大机会是狼投出去的，就投了一只。对，现在是死了，可能死的人数有点多哎、欸，死了三个，死三个呢，三个，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如果是死三个的话，那大几率是三狼存在，我觉得就不会有嘟嘟鸟了。
欸，那个还有被杀了。那个殡仪的还在吗？殡仪室，殡仪还在，感觉死了、欸。嗯，不知道哎、欸。我想说，孟娜如果是要去扫尸体的话，有没有？可能站在上面很合理，但是他说他没看到尸体，我想，嗯，那个殡仪。有啊，尸体在他脚下那。那我是说，如果他扫尸体的话，这个他说他扫尸体，对啊啊，这个没有的话就，哎、哦欸，对。哇，怎么办？哇，怎么办？我真的没看到。自由新政了，可是我知道反正是偏向。还是他是嘟嘟。欢迎繁星会跟他讲话。不是嘟嘟，可是我我这样讲。不是，我觉得繁星那样子也还蛮合理的吧。啊，我不知道，可是我真的不是啊。啊。好吧。这样的好难过。主事我的房子要被怎么抓到你怎么抓到你是的第一个繁星我抱歉的迪叔你出去了可是那真的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繁星哦我杀的基本上都是繁星杀的我真的没看到我只是把月月跟汪阿旺记错人，对，他记错了，那记错这个就大家就会怀疑了，对。哎、欸，我真的没看到他尸体，好难过。那个是因为我杀的，他在下面很久了。你们这个狼咬狼好套路、哦，我的天哪！好过分、哦。我刚在下面说，你有跟你走，图书馆走开，走开，在我旁边安静插音乐啊。想问，我那个外面起烟了，我问说图书馆说你是好鹅吗？说对啊，但我是好鹅啊。然后就走一走，繁星走快，然后繁星就把我砍了。不是我，土司喵砍的，土司喵砍的，都是砍的，土司喵砍的。然后露米要经过你的尸体的时候，换我砍了露米这样子。好坏哦，谢谢丫丫。太丢人，换丫丫，太丢人。嗜血鸭，好啦，你们按一下惊那个问号，我想讲惊叹号。好，问号。哦、我把锁匠拿掉了，然后加了两个新东西，一个中立的，一个是俄方的。嗯，哎，啊，中立方的是鸽子，鸽子是要干嘛呢？哎，你有一个技能，哎，就是你在任何一只不管鹅还是鸭旁边，你要按，就是你要去传染你的疾病给他。对，然后呢，你的目标就是要想办法在这一轮游戏中把每个人都感染过，就是你。哦、这好难哦，那如果掉了尸体的话嘞？我们那样试起来，应该是说在场的人如果都感染的话，活着吗？对对对，活着的人有感染，对对对对对，越好赢哎、欸，哦，对，就人越少越好赢，所以基本上，那个什么杀手可能就要想办法看能不能就赶快找到鸽子这样，不能群聚了。哦、对，那感染的他会有什么标志吗？就是他自己看到吗？不会，你不知道。但是就是你如果感染过这个人，你的技能会有 CD 好了之后呢，你没办法再对他按感染这样子。哦，对对对，哦，没错，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多加一个通灵，通灵额的话，就是你可以知道现在场上的幽灵数量是。哦，它会显示在哪里？我曾经有当过一次，好像就是右边会跳一个框框出来说现在幽灵几个，然后会再缩回去这样。哦，好，都是人的时候吧。嘿嘿嘿，对，所以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幽灵数量有跳的话，就是你就可以去找尸体了。对，你就可以找海坑，海坑。了解。嗯，呵，就这样。准备准备。他刚拿掉什么东西？拿掉。刚刚拿掉锁匠。锁匠，锁匠。因为我发现根本锁匠没用，都没有人被关进去。我没有人进去，高密者都不送人进去。超可怜。哎，很难，很难送。关门，关门。
身高。很可怜呢，什么职业都没有。哎呦呀！啊？我看到那个阿汪的尸体在那个警察局左边那条下去酒吧往下走，可是我没有看附近没有看到人，有人经过那边吗？没有霸王线，没有霸王线。我在我那时候原本跟麻衣在酒吧，然后我倒完饮料之后，我跟他说：“哇，这个是神奇饮料，一直倒不完。”我就往右边走，然后往右边走的时候，我后面有繁星的声音。你后面有繁星的声音？没听到。没有啦，我在理发厅叫。他走在我后面。哦，他走在你后面。我在理发厅。我从酒吧走到广场的时候，我在广场看到团团站在喷水池旁边。对啊，对啊，我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有看到繁星从我后面冒出来，可是我不确定他是从哪里冒出来。可是岔路的话，应该就是从酒厂那边上来的岔路。嗯，对。我这边我保发发跟团团，我们基本上都在有钱的。嗯，对。那其他人的行踪呢？我在纪念馆。我是跟。寺庙在下面那个仓库那边接任务。我中间有看到银行。你先，不好意思。你好，跟波波在银行。那排一排就是梦、就是梦娜繁星吧？哎、我在最上面呢、欸。安全，我就在最上面吗？梦娜在纪念馆。繁星，我看他在法院。对啊，他在法院那边。我在法院跟理发厅啊。都是走什么酒厂去，都插入什么鬼的？没有，他往上走啊，到、就是、法院出来走理发厅啊。不是吗？我到广场往下啦，然后他的左边是跟在我后面。可是尸体不是在警察局左手边，怎么会？对啊，对啊，不关我的事啊。所以应该是很早就死了耶。他应该是超早就死掉了。哇，嗯，哦，我应该排不太出来，排不太出来耶。阿汪爸爸，阿汪，阿汪，阿汪，你在？你怎么信错人了，阿汪？你怎么凶手的阿汪？他怎么每次都跟凶手在一起？好惨哦！好可怜哦，真的可怜。不是啊，不是他是凶手，就是别人是凶手啊。对啊，哎、欸，对，可怜呢。是谁偷我？为什么会被偷？是有人想把音乐关进去。没有关的啊，没有关，没有关的了吧？不是没有锁匠而已。有关的啊，没有锁匠而已啊。嗨内麦，你是不是要杀手？我不是，我一定不是。你又一定不是，买一送一。有看到可疑的东西？随便乱选。嗯。不要不要，等一下，任务快做完了，不要不要，住手住手住手。好了。好，换我。好，换你。因为里面特别安静啊，
不是啊，印钞。我让我印一下钞。尸体在警察局，我看到隐约从警察局走出来。隐约、欸。他在哪里？他在警察局哪里？门口里面，就门口右边里面一点。你刚好从里面走出来，对。我没有看到他哎、欸。什么人？很多啦，你从里面走出。八一四五是。那个名侦探呐、啊，去哪都是侦探，好你的是不是？换我了是不是？可是我离开警察局的时候是蚂蚁跟露米在那边呢。我不可能，我没有刀他。欸、对耶，露米那时候我跟波波不是也在找问露米说，哎、欸，你麦克风还好吗？你声音喉咙还好吗？然后我就躲掉了。可是小雨那时候不是也在露米吗？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在里面啊，那时候蚂蚁还在里面啊。然后波波先走了嘛，然后我扫完指纹，我交完指纹，然后那个蚂蚁就说：“哎、欸，露米好像没事。”我就说：“露米好像说他游戏里面的还没声音。”然后我就走了。哦，我就往那个，我就去港口那边码头那边，然后警察局是拍到露米的尸体。对啊，大尸体。露米会是加拿大人、啊？不是不有其他加拿大？可是他讲了很危险呢、欸。对啊，也是啦。既然这样讲很危险，现在讲，等下杀手就直接杀啦、啊。对啊，他吃就直接杀了。从警局走出来。啊、我刚刚去解警察局的贴那个贴任务啊。可是他在里面尸体，你怎么可能没看到？我就真的没看到吗？我是加拿大。他是在哪一个位？爸爸是加拿大的哦。他靠近警局右手边啊，就是右边那个门口里面呢、啊。里面一坨在那边，对啊，都一坨在那。嗯，那我觉得这边怪怪的。我觉得你说哪一个怪怪的？你说隐约偏怪吗？对，我觉得蚂蚁耶。没有，我干嘛？我白痴是不是啊？啊啊！那是蚂蚁了，抓到了，抓到那只蚂蚁了。不是梦大刺客，梦大刺客不是，梦大是刺客。那应该就是蚂蚁了，那应该就是蚂蚁嘛。哇，爸爸你好猛哦，好猛哦，你故意掉哦，快掉你啊，快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哇，直接钓中哎、欸！可是第二个蚂蚁要跳啊，蚂蚁刚没有跳被踩麦了，可怜。哎、欸，你好可怜哦，你麦被抢了。你刚刚没被抢麦的话，你可以自己说你才是加拿大人哎、欸。哎，你越就鸭子不是那么明显了。所以我刚第一局就票他啦，然后他才说哎谁票我，懂吗？呀、yeah, ，任务解完了，孵蛋。那、啊、你解完了吗？加拿大鹅，先解任务啊。我解完了，我以为梦到变的是我了。赶快解，赶快解。太输了。我刚艾露走久了，结果没有投影月。没有，是最后那个啦，那个梦娜腔调发那边。然后你刚刚来不及跳加拿大鹅，所以，对吧、啊？谁骗？呆呆。嘟嘟啊，嘟嘟啊，团团是不是要死？团团是不是要死？团团是不是要出事了？要死了，他是不是要死了？你要死了。他的灵魂。等他掰，等他掰了吗？死要死了，等他死了，真是要死了，哦不，要死了！都在这，他要死了吗？靠近就要死了吗？五十秒，哦，对，下去。哎，我要跟着哈基，他把我杀了，气死！怎么要死了吧？要死了吧？哎，死了吧？怎么还不死？聊死，好好奇
好令人在意啊。那他们在聊什么啊？不知道耶。而且通灵不是可以看到灵魂？对啊。还是可以看到灵魂数量？没有，我那天玩通灵看不太，它不会永久显示，所以我刚才会问说通灵。开始吧。对，现在在哪里？左边吗？左下角图。开始了。他在养猪哦。养猪？谁啦？没有，他在，他是养鹅肝的。这边，这边在印钞。幽灵记得解任务哦。解完了。是我吗？对啊，解完了。我连我是动物鸟，我都解完了。完了，他的同伙已经杀光人了。不感觉又有 bug 啊？对啊。你说有解吗？鸽子。啊？鸽子应该。鸽子没任务吗？他就说伪造的，那我要解吗？假，所以是假的哦。那应该我是动力的就没。哦，那不用了啊。我解完了。那不用了。死有点多哎、欸，等一下，剩几个人？我看一下哦、喔，这个是谁？土司喵的尸体。等一下、喔，小雨跟Bobo在旁边吗？最后，对，我们两个一起走。那应该是他自己，那就他自己了。我最后是跟雨月一起走。没有，我们在那个哪个街口？那个警察局旁边那个街口，我们五个人在那边对峙超久的，没有看到你。可是又怪怪的，因为对峙完之后，后来我有看到哈基跟土司喵走酒吧走出去。哦，哇！如果我要杀他，我早就很早之前就动刀了、啊。那我问一下，现在你们有没有职业？啊，我是政治家。哦对，其实没差，刺客蛇。哦，我是一般的鹅，我是鹅啊。其实没有，因为我拍就是哈基啊，而且哈基说要跟最后跟土司喵走，然后我们拍到尸体是在哈基刚刚说最后是跟雨月。他刚刚说他跟土司喵从酒吧走出来，对啊，走出来之后，对啊，走出来之后市场办公室，听我讲一下，他其实在酒吧跟土司喵待蛮长一段时间，对啊，对啊，然后是我动刀就动了，雨月过去，我们是三个人刚好过去，然后我们就是我自己下来，然后团员跟我一起下来之后就拍这个桌了，可是我一直跟在你们屁股后面呢，也是要帮我们，等一下可以那个、啊。因为我们走到工厂的时候，就看到哈基跟土司喵走在附近。哦。所以尸体是在哪个附近？市长办公室。市长办公室左上。对，市长办公室里面，最里面角角这样。因为我们两个就想说，都没看到尸体，我们要去拍一下。雨月是什么？雨月，你也是鹅吗？鹅啊。那以这个的走路的方式的话，土司喵跟哈基走出酒吧之后，云月跟在我们后面，我跟发先下去，云月比较晚跟下来。嗯那这样子，我觉得反而是云月。我这边踩云月。我这边踩云月。不然我们就先，我们可以先同一票一个人出去，然后等下再拍桌。哦，那就先那个，把我们已经抱团了。我们已经抱团了，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有疫苗护照的。什么鬼？Hello。音乐不被需要。Hello， 音乐第一天是我票你，哈哈，第一天是你票我，对啊。坏丫丫，我想说，该音乐了吧，就先票一下，太准了吧，叮叮。开饭了！开会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你约我来找你的被告人，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你有什么遗言吗？约我想说的，我来找你的约。你把这位你把那个受害者害得不轻，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受害者害得不轻，全部的叉叉都是受害者。其实杀了他们，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变记者了。对，被主持人说，我养很久，这吐司没有，我一直忍着没有动刀，我一直忍很久。是你走超久的，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原本想要动刀的那一瞬间，我说主持喵，你灵媒吗？你看到尸体吗？哦，没有哦，那你要死了。然后这句话一讲完哦，一讲完就看到三个人冲进房间里面。我说哦，还有没人听到？然后后来出去了，求救啊！死亡威胁。那看来那三个人就是发发音乐跟团团了。没错。这个时候问说，请问你现在觉得愧疚吗？你现在有觉得很难过吗？你当了一个小女孩。这种事情。我愧疚，我太晚动刀了。你当时想法是什么样？你当时候动这刀的想法是什么样？是想法是什么？烦。我只是想吃哈基，你杀我为什么就没有忍住哈基？好笑啊！为什么我你也没忍住？不是，你知道一个阿旺是在那一开始就遇到的时候就讲说，想说赶快有刀就赶快先刀，然后反正我在上面，然后我在假装解任务的时候，反正旁边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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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哇，怎么一直加拿大？好难玩哦，这个游戏被骗了。是加拿大，马一是加拿大啊，很可怜。你也是老啊？可是不是马一？那我刚刚就是他们不是票自己那个谁啊？孟娜不是那个打枪吗？那你怎么不直接说你是？没有，你们被抢麦，他被抢麦，他没有发言。我们刚死人的时候听的时候是这样子。哦，麦被压掉了。对，那时候是你们说啊，那就是那个啊，麻衣了啊，麻衣了，你就这样子讲，对啊。那时候是这样子了，因为没有，因为今天 DC 其实也有点电啊。对啊，对，现在已经没有硬币大把了。对，对不起，没事没事，没有同频大把。对不起，你真的是加拿大，我就不理你们了。你说你是你拍的两个，其中一个是。我不要再需要等他进哈基了。卢米曼，你一直收到那个，对，卢米曼在调，对，一直对，还是有调收到我们。二次回响，二次回响，对，内蒙。那应该我把它关掉就没了，现在就没有了。对啊，对，没有没有。啊，还是你里面那个设备那边要调一下，你设备调一下看看。声音设备的麦克风调一下。有，我刚刚一直都在调。难怪，辛苦你。丢了丢了，内心勾勾。结果刚刚鸽子根本就是没传染到几个。对，是吗？哇！结果我们大家都超害怕的，说不行不行，只能两个人同行，又不能加第三个。云月站在那路口，说不行不行，你赶快走开啦，叫我们过不去啦。我的左边是人，上面也是人，到处都是抱团，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知道吗？太晚动了啊！后悔了，后悔，后悔，后悔了。郭曼英，整天都不要跟着你们了。口，哎，你们口超多的。见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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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见过，不要看。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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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别让他接近我！好，我们两个站，我们两个站在这样。笑，我在解任务。哇，你好像死掉了哦！好惨哦！你们太贱，你们太贱，你们谁都不要。好啊。
又是我啦，发音是不是怪怪的？我跟你讲，我看到影月杀人，亲眼看到了。哇，影月，香也有人啊！内麦，影月，啊，没看到吓坏了。你好坏，你今天好坏哦！好坏哦你从上一场开始要坏到底了哎、欸。对啊，你真的好坏哦！我就等着又把你烧了。确确实实，童叟无欺。无欺。下去呀、啊！下去。你们可以多靠近阿旺了，很好笑。不要走开！阿旺在哪里？鸭子，你们这些鸭子救少的，你们这些鸭子，你们走开！超笑的，快笑死了！等一下去查阿旺，好惨哦！阿旺没事的，谁不要接近我？好好玩哦，我要去，好笑啊！低木不被需要，走喽！找人，找人！Demon， 阿旺，阿旺，走开！阿旺，不接了，不接了，不接了，走开，走开！阿旺，不要追我！你再追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走开！阿旺，你在这里耶！阿旺，走开！别！白西，你是不是走了？好危险了！走了，走了，溜了，溜了！哎呦，哎呦，哎呦，土司喵，土司喵，土司喵！哎呦，哎呦，哎呦，怪了，土司喵，怪怪的。哦、太多人了，太多人了，好危险了！哎、欸，阿旺嘞，怎么跟灯了？奇怪。他在前面，他在前面，哈基在追他。哦，我刚才在追。阿旺，阿旺，我保护你。我转，我转，我转。阿基要放水哦。有了，有了，我灌回来。啊！赞赞赞赞赞赞赞！阿旺，阿旺，阿旺。你怪怪，你去拉引铃啊！放在那个什么什么理发厅前面吗？我要疯掉了！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哪里什么事？你们走开，你们滚开，你们滚开！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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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蚂蚁不给打！蚂蚁。你加油，蚂蚁真的不太好。蚂蚁，你要用诶、欸，他土司喵在这边，他打蚂蚁，他打蚂蚁。怎么看来看去都是这几个人。哎、欸，哈基不见了，哈基不见了。啊，关门了。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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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基，你在哪里啊？他在警察局左手边，我在找阿旺，找到一半。看到一个尸体在这，哈基，哎，我好久没看到你了。我刚是找阿旺啊，找不到啊。你们刚刚看到一路上我在喊阿旺阿旺。我跟你们说，我们是看到阿旺哎。阿发有跟我说他是鹅，不是他有特别的，他是四个字。对，这么大的话没道理啊。我是看到尸体的呢。那你就是。我有跟他去经过在那个广场那边不是吗？我们刚刚不是有跟波波在一起吗？可是哎、欸，我没有。不要先把前半有没有人看到发发？没。我前半我跟发走。没有。有啊，前半我看波跟发一起走、啊。对，波跟发发是走一起的。然后我是不是问你们两个的时候，那个有没有看到阿旺？对啊。对。然后我就说阿旺在上面啊，然后你没有上来啊，所以。对啊，我不是后来跟你们走散了，我是直接往下走，所以你说我最后去找发发也不合理啊，我是找阿旺。那你刚刚有解了什么任务？你是不是都没结论，都只在找我？你是不是鬼？你有什么任务？你好坏！我有边走边解哦，然后这边找你、啊。你解了什么？你说，你解了什么？你说。进操场的，然后还有那个下面那个会着火的那间仓库的。啊，仓库任务是什么？
不行，不能不能这样问啦！你要我讲多仔细，全部都是什么图案？他现在就是什么都不相信，全部都是全世界都是坏人。不行欸，我这边会想，我想踩哈基，我真的觉得发发是加拿大的。嗯，如果发有跟你讲，对啊，有没有其他人是加拿大？加拿大可以自己跳出来？你要，你现在间谍没有啊？我是加拿大的，开我枪啊！刺客已经不相信了。我是加拿大人，开我枪。没有，因为我们刚刚最后那一段就是一大坨人都在上面，只有你跟孟娜不在。对，我觉得你们两个，哎，我很怀疑。我在。哎、欸，他是刺客。自爆。他是刺客了吧？啊，他是。他想赌一波。他自杀。哎、欸。宁死不屈哎、欸！他是死前的彪彪，你杀不死已经死了，完全。嗨嗨嗨嗨嗨！保护你，保护你，我可以保护你，相信我。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我感染你喽！我感染你了，我感染你了。我任务解完了耶、yeah ！我感染了，我感染了。安心啊！我可以安心去死了。好，你说好，然后就把我杀了。走，我带你去感染其他人。好，走走走走走，反正我都没什么好信的。哎、欸，感染宝宝，感染宝宝。啊，宝宝，感一下，感一下。好了，好，感染一下，感染一下，感一下，感一下。等等等等等。哦，不是不是不是救火，抱歉，误会了。应该剩。一个吗？我就是孟娜哎、欸，啊，要不要让我感染完啊？应该是吧。孟娜，不要不要乱砍我，不要不要。不要杀人，不要杀人，我在感染人。先不要杀人。你们要去哪里？你们去哪里？解完啦。解完了。我也解完了。哎、欸，被关门了，被关门了。那往下，往下，我要去贴海报。哈哈，走走走走走。这个大。这么多，我不会再突然跌倒了吧？不会吧，这么大一坨人，应该不会跌倒了吧？你在跌倒，我一定是替你。我等下就不会，就是走走听到说，哎、欸，起刀，一起刀，一起刀之类的吧？哎、欸，孟娜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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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在这里。哎，哎，哎，感染完了，感染完了，感染完了，好可啊！哇，这个好痛。他感染很累耶，这游戏好难玩呢、啊。哭了哭了，我觉得比太空狼人杀好玩啦。赌随便赌一个是鹅，就按错按到那个通灵的，直接自爆。你刚刚赌哪一个人是鹅啊？我不知道，第一排第二个不知道是谁。第一排第二个还好，还好你不赌我，你赌我会气死。哈哈又死了，小雨是坏人啊？没有，哎、欸，这个感染很累，他每一轮新开始，你都要全部再重新感染一次。哎呀，全部啊！啊 ，CD 多久啊 ？CD 多久啊？十秒左右吧。对，他基本上就是你前期要想办法活着，然后到后面人少，对对，后面人少了再来，不然我前面每一局都要再重新感染，而且感染到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就是是加谁带还是加谁，我不知道。我刚一整坨，我就是在那边一直狂按，一直狂按，一直狂按。刚谁是坏鹅？坏鸭？孟娜。太棒了吧！连续两局怎么玩呢、欸？两局相同的人啊！哦，真的？哇，真的假的？对，两局相同。然后很夸张啊，就是又是你死，就是那个刚开始重生的时候啊，我旁边有三只全部都是鸭子，我们上面就是新的团团说啊，你会解吗？啊，那个东西九宫格，九宫格，然后你慢慢解，慢慢解吧。好累哦。然后我就想哦，我还有抱一次希望说哦，我旁边那孟拉会不会看到？然后就啊，他也是坏人，不是我没看到哎、欸，对他也是坏人啊，自己没看到哎、欸，先排除我是坏，我真的没看到。真的，我这边就那个箱子怎么开，你知道吗？你不用，你不用解任务啦，那是假的任务啦。你不用解任务啊，你是坏人，你只解红色点的那种连线任务就好了。对对，我全部都解。没有用，那个只是让你假装有任务的。对，不然你被问说你解什么任务的话，懂吗？可以玩一下。
那你我可以玩，我自己玩呢。你可以玩啊，只是你会被问说接什么任务啊？啊，你就有东西可以回答、啊。就是你被问什么的任务的时候，你可以答。你看像刚这个其实也是蛮精致的，像刚阿旺那个问他自己，对不对？他就可以直接讲。啊，我在印钞啊，没错，我在印钞啊。印钞、啊，我就讲记得几个我记得的。太好笑了。啊，所以真的是他记真的加刀到加拿大了吗？对啊，我是加拿大了。我有听到哎、欸，有，很快夸张，一被举报，我想说，完了，我怎么讲？我怎么讲？假装不知道，就是杀到加拿大真的很慌张哎、欸，一切都乱了套，太危险了。呀，我还在孵蛋，我还在孵蛋。要怎么用？哦，拉长耳朵，提高警觉。哎、欸，怎么不动了？喵气！他们在玩什么？啊哇！我又堵这边的臭老鼠，这个是大便要到水的地方，大便要到水的地方，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嘞。往这边，往上，往上，然后往这边，然后往上，往上啊！赞赞赞赞赞！啊！找尸体，我要找尸体！团团，你死了没？团团，你的尸体在哪？团团，团团的尸体嘞？团团，有没有团团的尸体啊？大于二十，团团的尸体嘞，团团的尸体嘞，团团尸体嘞，啊，扫地扫地扫地。你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我在扫地啊。好了。哦，你在扫楼梯啊。对。团团，你有死在里面，团团。团团怎么了？我在找团团的尸体。我觉得团团死了，我觉得啦，我觉得啦，我在找他。鸽子，我不是鸽子，团团吗？有没有看到团团？团团，你是不是死了？团团，团团，你有没有死啊？团团。哎，等一下，等一下，刚谁走出去？我刚看谁走出去？谁？你。哎，内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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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看到，我讲到最后我要跟着你，然后我刚刚几跟警察讲话，我在尸体发现，不，我在我在尸体，然后进去差不多之前有一个人走出来，我忘记是谁了，是你走回来的，是颜色吗？红色吗？我看到团团的尸体，我看到团团的尸体，可是吐司喵没有拍桌，哎，没有，不是。等一下，我刚刚看到蚂蚁，你在哪里？我跟那个小雨跟繁星在一起。对，我们在右下角。吐司喵了，最右下角，那就是吐司喵。因为你说颜色是不是？哦，他一样啦，一样是自杀啦。反正被抓到了，所以自杀，找随便找一个。那就先 pass。嗯。那 pass， 我想一下，如果告密者杀对人的话，那不是告密啊，那个刺客杀对人的话。也是这个符号吗？也是这样吗？对，也是，也是一样啊，是一样。所以没有告密者干嘛杀自己人？对，万一他赌对，你知道的太多了。如果他赌对了，啪打下去，假装自己是自己自爆。嗯，哦，怎么可能？哈记，你很清楚哎，你是不是有问题？没有，我只想跟着阿旺走。哦，他一直跟着，所以跟阿旺黏在一起。我在码头遇到他们，我要气死了。我跳过，我跳过。嗯，阿旺，我来了，你走开了，我要吓死。
我现在在想是谁，孟娜，可是孟娜感觉偏好啊。那排，那排，那排。我刚才一瞬间听得到露米的声音，对呀、啊，神的召唤，阿旺，阿旺，完美啊，我阿旺，嗯、啊，想往卡哎、欸，我就觉得团团会死啊，团团每次都第一个死，所以想去找他。下一个死的会是谁？嗯，蚂蚁。有没有死人啊？有没有死人啊？哈哈，去找阿旺。爱发。你是那个，要杀人了，他们的任务要杀人了，要死人了，有人要死了，有人要死了。老任务，老尸体。抱团好了。哎、欸，等一下看到尸体借我一下可以吗？我想找尸体，我想用我的技能。他听话，跟着我走。他怎么那么多人进来了？有没有尸体？我想要切它。在右上。哎，迪叔，你我解完任务了。啊，神都是物。找一下。还是在。嗯，真的有死人吗？有死吗？乖乖乖！小雨有问题啊！鸽子啦！小雨是鸽子啊！杀手杀小雨啊！小雨是鸽。小雨是鸽子！小雨是鸽子！嗯，还有几个人？小雨又是鸽子！小哥，小哥。欸、不是任务是不是又卡住？对，有时候就不知道对方刀能不能砍。小雨是不是想砍加拿大人？我觉得是哎、欸。没有，他离开了，他离开了。要冲动，不要冲动。哎、欸、哦，翻新。嗨。他记要掰了，他记要掰了。哦，他记完了，他记完了。哇！他记。我没按到，我刚按下去了。我滑鼠按下去了、哦、来不及了。你刚刚想按零哦。对。来不及了，稍微很狠的。很狠的。是不是砍的差不多了啊、对, 对，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有吗？因为刚刚不是群聚很多人。站着你看哦哟。哦，阿王好坏哦。我每次任务都解这么久啊。对，我都解完了。我解完了啊。我啦，我都在跟阿旺，我忘了解了。结束了，看完了，哇！小雨你好狠哦。
哎、欸，我觉得发发发发很聪明哎、欸。怎么死光的？没有，就被杀掉了。被杀掉了。对。发发那个超聪明哎、欸，你直接泼脏水给其中一个人，然后看他会不会反驳。哪有？不是，他看过我的。你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我看他从尸体走掉，然后我想说，哦，不对，我已经告诉大家他是狼，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小便飘出去，然后我想说，那我把他丢出去好了。我还想说你故意泼一个人，我跟你说你故意泼一个草脏水，然后看他会反驳，没反驳就是嘟嘟，你就直接捅他。没有，我其实有猜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狼，然后就是自己压。我就自己带菜刀，好猛，好猛啊！今天好坏哟，好坏，今天好坏哟，太坏了，好坏哦，好坏，哇啊哇！我刚刚在讨论，结果你已经不见了，被干掉了。我想说，他跟我，你跟我这么久，他应该真的不会骗我吧？你就靠过来，然后我就说你是鸽子，你刚靠近我，你刚靠近我，然后他直接靠近我就跑走了，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走散的。小雨是鸽子。你还是去听神经质好了，阿旺。哇，神经质好了。他就是站在那个拍桌前，他说我要拍了，你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拍了。你太硬了，我刚刚按下去了，看了，我滑鼠键按下去了，但没有反应了，被可惜了，差一秒。哎呀、剩下最后半小啊，就玩玩看那个啊，杀手猎鹅啊，好不好？好，最简单，哎、欸，鹅就是想办法赶快解任务，缩短时间，或者是躲到最后。然后呢，鸭子就是只有一只，想办法杀掉全部人。然后呢，变幽灵的时候一样可以解任务哦。好，然后幽灵鹅解任务可以减少一秒钟啊，活着的鹅减少解一个任务可以减少四秒。哦，对。就这样，好，简单，对，这个是简单暴力鬼抓人，就是我的主场了，我就一直跑，谁都不要靠近我，都不要靠近我。不要过来，走开。快跑！六公斤，什么意思？我不懂哎，这要怎么玩啊？就是看他的那个体重吗？还年纪啊？全部都要看。哦，身高，这样哦。哦，不是啊，看不懂。不是啊，身高就不对啊！你要不要先写任务吧？我觉得我是动不了了。哦，都盖右边啊，来啊！低速的声音耶，低速啊！到了，怎么办？快逃！在扫我在敌数是
太天！天哪、啊，这个东西，哇，这个洞太大了，这一个人好坏哦，好坏哦，跑太快了吧？对啊，超快的哎、欸，好恐怖，你好坏哦。好壞哦低书记的派的难，难得可以杀人就杀哎，多快乐、啊！你怎么会被上牙？每一个被刀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尖叫。我只听到吐司喵说好像是迪叔哎、欸，好像是迪叔哎、欸，我就还在慢慢盖章哦，好难盖哦。我在数蜡烛，然后突然。你知道我刚刚前面就是到酒吧之后，哇，我不动了，我就在那边躲着。我看你在那边，我完全没解任务。他超过分，他完全没解任务。我也没解任务啊。我不敢动。好，我就是努力的快解完了，剩一点。我剩三个。我第一个任务都没解到，我就死掉了。第一次就死掉了。是没办法调 CD 吗？还是这样？他什么都不能调啊。哦，好，那他应该就是那弄的，他只有能调任务数量啊。OK， 这地图能换吗？地图的话，我要重开游戏啊，也是可以换。地图右边有那个呢，这里有一个地球，哦，这里可以换吗？地球仪，那我换一个啊，换一个啊。对啊，那要换什么？没有玩过的，好像是星球飞船这个吧？嗯，有一个不是，是我记得是那个会那个传送的，对啊，跟随点跟随就对了。哎、欸，这样子你们是不是要重进啊？点击跟随，有了，对，就有了。好棒啊！好亮。我的眼睛它好亮。你的眼睛它好亮，所以是你的眼睛很亮吗？很亮吗 ？bling bling 的吗 ？bling bling， 眼睛一片白。太亮了。啊，就换换这张太空传递图。好，好像当鸭，我要当鸭，我要当鸭，我要当鸭，当鸭就可以开始啦。不知道当鸭很爽，我要报仇，低叔第一个。这是不是要用穿白色会比较不会被发现啊？不是，不一样吗？你可以直接白色的啦。太快了，全白的，我变全白的，我要爽破。好贵哦，这个新衣服。好啦，等你们都按开始啊。好，有了，那好，这感觉是不是其实 DC 就好了，还是还是一样内埋？那要就是就怕谁是鬼啊？对，好，那内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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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有人突然大叫。那吐司喵，吐司喵是跑很快，吐司喵，他是跑很快。你内埋那个 DC。祖师庙是祖师庙，他跑超快的。不行啊，不行，过不去啊！祖师庙是祖师庙。啊！欢迎 ，welcome， 欢迎。哦，他那个桥那个也太……嗨、啊！第三位，真的每个人都是啊！就我没有啊，因为我是第一个倒的。我刚说，等一下，祖师庙不要下面跑。嗨！哈哈哈哈哈！哦，介绍好大一块。有啊，这个有，这个有那个洗澡的。对对对，我等一下换一个没玩过。哇！哦，小。出船叫，低速船叫，叫吧，低速叫，叫低速叫。叫就叫。啊！每个人都啊！看下一个谁惨叫，看一下下一个誰。你不解任务哦？啊，对，任务要解哈。对啊，对，要记得解。干嘛？想看下一个谁惨叫？一，我要先解完再来看戏。开始关。3500。哇，又死了。还有蚂蚁很稳的那个哦，没有尖叫声，很淡定哎。系统故障。哪一波？努力解。有尖叫声，我吓死了！你听起来不像吓死的声音哎！啊！然后跟着小雨，然后跟着小雨。不是啦，哪里可以躲啦？这张图阵只能跑给他那个。好像没得躲。
小雨在躲，小雨在反应炉，反应器左边左边，等他躲好了。哦，好好。我任务快解完了。我剩一点点，我剩一点点。不是啊，我刚才看到那个，完全不知道怎么解任务，还在想这是什么？什么？你这是什么？我们可以互相帮忙。有一个那个数字的，我还没认真看。你现在我要去看小雨那个，慢慢慢慢去。啊啊，小雨。小雨死了吗？啊你啊！他钻地洞啦，好坏哦！钻地洞啊！太无情了！这个紧急任务也太坏了吧！啊，他钻走了！紧急任务哦，不是紧急，不是太无情了！最后一只，最后一只是谁？那个人。这位置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孟娜，孟娜，那个睡觉的地方，船员宿舍，宿舍，船员宿舍，宿舍那里哦，居然躲在这边，躲在这，哇，好，然后撑好久，对啊，我解完了，我解完了，我解完了，快了，我快交完了，关键就是看他会弯进来了，对啊，放屁才会赢，快放屁，放屁才会赢。放屁放屁吗？放无声的屁。放屁很大声耶、欸。啊，可是我刚在里面一直狂放屁耶、欸。他就说要杀我，等一下，你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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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好笑。还有一分钟，再一分钟，谁任务还没解完？快了，我剩一个，最后全部解完了，全部解完了。完了。好，再撑五十秒，好久、欸。可是他刚好都没捞，因为这边是不是没有下水道、啊？这边没，好像哦，有最上面浴室，上面浴室，到底哪里可以躲啊？好慌张、哦嗯！这一张图比较少，而且这张图玩过，等一下会换一张，我等一下换一张。对，对、啊，我刚刚找到一个蛮不错的。嗯，哦，嗯，耳边图也可以放屁哦。对啊，可以啊，就没声音，真的屁。我用屁帮他盖住，用屁帮盖住。啊，好，不然把用屁把。一群附身合体，一群人把他叠起来，没有啦，没有啦，哇，居然这样也中，太厉害了！我真的最后一两个，我刚剩一分钟也是超紧张的哎、欸，超紧张的，我的天哪！在哪里？哪里？在睡觉。有嘞，有嘞，有嘞！太神了，太神了！他在睡觉去，他在睡觉，他在宿舍，对，我在宿舍。他在困，他是棉被里面，你要把棉被翻开来看呐、啊。对，一个一个要看一下。你要把睡袋拖出来。好，喂，睡袋拖出来。每个人看见我都在叫，然后就跟着他们叫啊，然后就把他删掉。对，你越不小心出卖你了。对。哎，读书是跑有点快。跑了跑很快，很明显。后来直接放弃在原地。好笑。放弃挣扎。放弃在原地，然后读书嘛，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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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哈哈哈哈哈！太快了！你跟我三十滴耶！哈哈哈哈哈！你三十四滴？小氪金耶，这好可爱哦！这多少钱？你是说新的帽子吗？对呀、啊。喜寻路帽吗？哦，对呀、啊啊。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可爱哦！它不是可以搭那个衣服吗？对呀、啊，真的好可爱、哦。好啦，氪金的啦。等一下啦，嗨嗨，你们看，你是什么？你这样好笑，好坑啊！那时候你有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有这个那个啊啊，好像只要有氪金的就会有这个帽帽，因为他说就是谢谢。你是氪多少钱的啊？啊啊，我怎么我怎么没有？我也没有哦。我有氪，我没有，我没有小鸭鸭，我怎么？我氪不够多吗？金额不够多，不够多，可能吧，我不知道。你到底氪了多少？完了，大家都要去氪了。我去偷看，我去偷看。完了，要氪了，自己又氪了。大家都要看这个，看一下，好可爱哦！我是想买、欸。金钩标很可爱耶、欸，金钩标鲨鱼耶，很可爱、欸。哦，真的耶。
有美人鱼衣服在纸上耶，好贵哦，制服耶，好可爱哟、哦、有人要不受控制，想看呢，有人要不受控制，多好的脑波落呢，我没错，我没错，团你那个比较贵，那个19.99才有那个头了。哦哦，原来是19.99，这样是多少钱？快600块。哎、欸，小雨，你有没有5000多块啊？银币，你可以买。他当然没有蜜蜂啊，他、哦、当然没有啊，不够啊，我现在只有1000多而已。好、哦、了，存钱了啦，存钱了啦，存钱了。哦，为什么你们都有那么多钱？玩比较多的钱呢、啊。然后如果你玩那一局是赢的话，然后加宠物的话，这样子会一口气赚比较多。我赚100多哎，我好可怜哦。我赚300多，没事没事。等大家，氪金的氪金的，这是新图哦，就是应该说是我们没玩过的啦，没玩过的。啊，这个龙好可爱哦。后面有一只龙，好可爱哦。他们有脖子，这龙好可爱哦，那是送的吗？好像也是，因为我不记得我买它。对对对，那个你那是同一个包的，红色的龙吗？好贵哦。坏了，每个宠物越贵，宠物越坏了。坏了，快了，再等我一下，再等我一下。提供的东西，我怎么氪不了金？教我。大家都要氪金啊！等一下，你要输入你的那个，哎、欸，你之前我买多少？你输入你的那个 email。我们稍等一下，大家的氪金环节。快了，快了，快了，快了！真的在氪哦。他说我 A 罗不行哎，算了。哦，好绝。我结束后再氪。哈哈哈哈。有了吗？我有吗？啊，可是我就好像重进了。那重进，那要重进啊！你就重进，就重进。那我拷贝一下。他19.99有新的耶。哦。The Porter Packet。所以离开房间重进。入房。对，重进。他有个 Rainbow Unicorn。对啊。Unicorn。好棒哦！好想。我有了吗？我看一下。哎、欸，我有买到。看实况组，实况组脑波有多弱，大家都很弱，有没有？哎、欸，房号不在，可以再给一次吗？房号应该是新的房号、哦，是新的，是新的。哦，那我拷贝一下。有有，我有拷贝了，来来来。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脑波弱，这个有点贵。想一下想一下。然后我跟你讲，我有钱怎么没有？最恐怖的是什么？就是啊，这个要再想一下想一下，然后呢，结果呢，下一秒突然有人哎，超级留言，氪下去，像门柱，给你钱叫你氪，请氪。哎，那我怎么买的？是氪了，没办法氪，想氪没办法氪，氪不下去啊，游戏不给氪，不给我氪。我想要那个 Super Unicorn， 不是他不是说送那个吗？但是怎么没有？我有钱，可是没有装备，为什么？对，我有进钱的，没装备没进来、啊。这不是还是要上次讲的，有时间、啊、要等时间到。等他那个、啊，因为上次那个、啊、我这个头跟那个也是这一次才看到，后来才看到的。对对对，好吧，之前刚买，那我可能下次吧。没事，反正这模式很多，职、啊、业很多。那没事，过圣诞我可以换一个可以直接买的。我手语，那是先迷路，不是先蜜蜂。脑波路，迷路是拿氪金的点数才能买的。哎，对，那我有钱了，我可以买那个了。你有钱啊？可是这样看不到翅膀。好笑。噔噔噔。等你们，我好了，我可以了，我也好了，好，哎呦吓死人了！现在是剩谁没按呢、啊？我看一下，小雨啊，小鬼好可爱，他是小雨、欸，是我是不是？好，我按了，阿娇，小鬼魂，第四季的关，好。其实这一繁星吗？干嘛叫我干嘛？哎、欸，来这边，这个无敌，这个无敌，然后就这样上下走。没有啊，这个有那个啊，有那个、啊、有通风管哦、啊，孔啊。啊，他可以来吗？这通风。这有通风管啊！他这么强吗？哎、欸，不是，这边有尸体。
没啊，不能拍桌，你干嘛？你在想什么？不是，我要抛下你了，我要这样进进出出玩了。好，来走。等一下，看到鬼再走。那有 CD 哦。有啊。土司庙那边左边死了，所以左边就不能去。啊，不是啊，会钻地洞啊，小姐，姐姐。我，阿姨在左边。决定分散风。好，你好好照顾好自己。嗨，啊，包包你怎么在这里？波波死了，你要小心哦！波波死了，你要小心哦！要照顾好你自己哦。干嘛？干嘛？什么干嘛？放屁啊！应该是孟娜啦。感觉是啊。哎，车开走，开车开走。哎，车都被开走了。你不要。不是我不要，是他来的，不是我不要。反正他来，你等下就一个人往那个地方冲，然后按那个跑走。不是啊，按一样，你也是啊。我走上，你走下。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不要偷放屁啦！把那个传送过去。哈哈哈哈哈！哦，低俗，谢谢你给我有肉吃，你看完嘞、欸，是，你看我藏地方放吗 ？Nice， 打眼，这位置很棒吧？太危险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恐怖了，还以为大家要躲一起的。还以为这里是安全的，原本以为只有一个小雨，殊不知小雨里面很多人。小雨里面很多人，躲在一起，然后一个被砍之后全部四散出去。哦，一个人砍之后我们就解压缩。解压缩，小雨的帽子可以躲很多人。小雨的帽子躲很多人。
然后迪叔在那边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不是你要走这么快，不是，不是我哎哦，哎呦，哎呦，太羞耻，要不要下一张地图啊？等等没开麦，等等没开麦，他玩他不开心了。啊、哦，没有，我刚没看到第四个，我以为我看到我按错了，我按到不跟谁，不跟谁啊？那这样你要再分享一下，我刚刚可以贴一下那个哟。我刚刚想说，哎、欸，是不是时间还早？好像不对，好像剩下一场的时间呢。那可以再一场，可以再一场，那就这一张果，天鹅。这样子的话，我们基本上他目前为止的地图我们都玩过一轮了，有，我就知道怎么玩了。对，我刚刚其实想用车去撞鬼，不知道鬼会不会死。哎、欸，对耶，会啊，会吗？我们之前测试的时候，你站在那边会直接被那车撞死。哎、欸，其实我想问，这个鬼下鬼如果死掉怎么办？就赢了吧？那应该就赢了吧？哈哈，感觉很八七耶，超八七。我怎么颜色偏？接八八啊，对不起，接，我那只龙好可爱。拍谁？拍谁？是谁？是谁？哦哟，干嘛没当到很难过对不对？哦哟，这张是躲屁呀、啊！能按我刚也是怎么办啊？我不知道走去哪里。你干嘛？就是他了，就是他了，就是他了。哎，繁星，也不要找下一个人啊！繁星，我正重叠的时候，你又走进来了。哎，救命啊！太无情了，就是开场直接被关在那个里面，到底要怎么办呢？哪里呀、啊？哎、欸，我们在最上面那个员工，船员宿舍，然后结果那时候是谁啊？我跟迪叔还有谁？还有我。对，还有 Ruby， 然后我们三个在那边，我说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不是，然后结果 Ruby 就被砍了，是被，然后我们两个，我跟迪叔两个都在那个最上面这样绕来绕去，然后说放出，我那个可能逃超惨的，他其实真的好安全哦，他在哪里啊？最右下角，最右下角。最下面，最下面，储物间最下面，储物间最下面。哦，储物间好。储物间最下面有可以躲。哦，可是这里有门呢、欸。那要允月，那也要允月去找那个啊。下水道哎、欸。嗯。我看允月应该是不会用下水道了。对啊，对啊。哦。一跳起来就被抓到。对啊，一跳起来就看到了。对啊，就跟我刚刚那个被图书庙直接抓一样。下水道口。嗯。不过他这边比较好。啊，死了。他这边比较你这是毒袋耶 ，B O B O。哎、欸，阿靖，你会死要怪波波。在你死前的一秒，他说：“他躲军这比较好。”他这比较好。一秒。一分钟。哎、欸，还有谁在哪里？蚂蚁在哪？蚂蚁在哪？
还在那个反应器，反应器。啊，左上。啊，死了，死了，死了！哇！哇，圣团 ！No， 圣徒玩不完，他在医疗室那边吧？有医疗室吗？他跑走了，他去哪里了？桌球室。他走到娱乐室里面就是。然后船员宿舍了，被抓到了。因为是第一个获胜的，对呀对呀。高勇吩咐你，你怎么又跑回来了？我不知道，我绕了一圈又遇到你了。我刚刚想说这个图感觉很难躲。对，我就故意跟你，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可能往顺时针走，我就跟着这样子走，然后刚好呈现一个距离，就啊，堵掉。没想到我突然逆时针了。太无趣了。刚跑一跑，刚追小雨追跑，然后你说追旁边有爸爸，我就去打爸爸，然后再跑回来。爸爸好惨啊！我要来研究那个。好笑。我还看到雨月的时候，说是雨月，是雨月，哎，不对，是啊。哎呦，哎呀，太难玩了，输啦，输啦，输啦！辛苦大家，今天玩得很开心。Win，Win，亚莎，安娜。那休息喽，休息喽。刻不了金啊！哦，本来以为可以开的，可是觉得还好像不太行。哦，不然我早点休息，明天早点开吧，这样子。好啦，感谢各位今天周三的，应该也不算阿米狗了啦，嗯。好啦，感谢周三的收看啦。啊，就拜拜，我们明天见咯，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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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刻不了金，忍不住想要刻金的冲动。哎，不是啊，哎，我有账户啊，他叫我登账户三回。店铺，对，然后嘞，2.99。可以耶，我可以氪了，可是是要氪多少？刚看一下哦，120加，这15K是什么？15000。不知道怎么刻，刻那个吗？欸，小雨，你是刻哪个 unicorn 的那个吗？对呀。哦，好。等我一下，输入刚刚发送到手机，还没有哎，简讯呢？想说给你们看，不想等太久了。好啦，先到这边啦，下次看鹅鸭的时候就看得到这套了。好，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晚安哦。